移民署的前身是入出境管理局，尽管也好，国境管理也好，过去传统的任务大概都是由警察来执行。但移民署成立之后，朝向文官体制，但是也兼顾了一般的文官跟警察工作。其实这是一个创新的一个时代。尽管局的任务啊，有两大任务，第一个是安全，就是看守国家大门的安全；第二个就是便，就是服务。这个服务就是要便民。入出境管理局从民国96年元月2号改制为入出国及移民署，当时改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建立单一窗口，将入出国及移民相关的业务统合在一个机关里面。那移民署的成立啊，跟别人讲，因为8年前呢，我们要成立移民署的，确实非常非常艰辛的，啊，非常困难。那移民署成立以后啊，大概也对我们国人啊，大家入出境啊，入出境啊，或是说外劳啊、外配和大陆啊这个人士来台的访问的，然后是两岸的婚姻问题，这不少困扰。也带给他们非常大的方便。我们移民署这8年多以来，人才辈出，人才济济，各种表现都可圈可点，建立了全国最大、最完整的资讯这个资料库，增进了各国移民机关的交往，跟他们建立非常密切的对口关系，一切依法行政。很严格的为国家安全把关，我们也寄望为了国境的安全，入出国移民署全体同仁呢，能够百尺竿头，更上层楼。我想移民署的未来啊，在新的这个署长领导之下，秉持了我们过去的一贯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精神的，一定会更好。很荣幸能成为移民署的一份子，我将在历任局长以及全体同仁奠定的良好基础之上，继续努力强化国境安全管理，落实移民照顾辅导，完成承先启后、继往开来的重责大任。在移民署迈入第8年的这个时候，特别我要谢谢过去所有同仁，对于移民署的一些协助。那我很珍惜跟我们所有同仁这份感情，希望移民署在未来工作推动上面能够越做越好。在这里也祝福移民署生日快乐，祝福我们移民署署运昌隆，健康快乐。家庭美满，公司顺遂，大家事事平安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4年了，好不容易终于要有自己的宝宝。妹啊，你要照顾你家己的身体，莫伤忝，有啥物工课，方明会当做，叫方明做就好啊。好，是啊是啊，你即马有心啊，家己爱较细腻的。知道了。哇，好香啊！老婆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爸妈。我肚子快饿扁了，来，我帮你蒸。好。快吃吧。
看一下哦。哎，这是小 baby 的手，来，这是他的脚，来，那我们来看看他的头长得怎么样哦。他的头看起来，头围发展得不错，恭喜你们，是个头好壮壮的小 baby。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。好，那我就把它印出来，让你们留个纪念，恭喜你们哦。谢谢。什么？我要帮我妈办理探亲签证。好，那我需要你的申请书。申请书。对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办理这个的话，大概需要5个工作天，请问你要邮寄还自取？我要自取。好，那我这边就跟你收费用600元。这是收据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对，哪能出去？你证件借我看一下。这是自动查验通关系统，大陆港澳人民要走人工查验柜台哦。来，没关系，我带您过去。哦，这我帮你拿。哦，好，好的，谢谢侬，谢谢。您是来台湾玩的吗？哎，我来看看我们侬主要啥嘞？原来如此，恭喜你，谢谢侬。请在这里排队。好的。不客气。好，欢迎来到台湾。现在我要帮你进行照相以及指纹的按压，以及依照前面画面的引导，双眼注视前面的镜头，再将食指放到前面的按压器上面。为啥？我不在问为什么要做这个吗？因为这是为了确认您的身份，只要是非我国公民、14岁以上的旅客都需要进行这个步骤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好，可以了。来，
您的证件。好，霞农。讲台湾。霞农。不要急嘛，飞机才刚降落，没这么快的。会不会不知道怎么出来啊？别担心，移民署的人会协助他的啦。哎，哎，妈妈好像来了。是哎，妈，妈，哎，你小心点啊！哎。想你啊，你终于来了。对呀、啊，我好想你。哎，弄冷的了，感觉。老婆，弄完好了，老婆。快点，老婆，快点。哎，我老婆要生了，我老婆要生了，哎，弄完好嘛。恭喜你们哦！哦，产妇多休养就可以了哦，恭喜恭喜！谢谢医生。哇，生了耶，好可爱啊！恭喜恭喜！移民署的朋友来看你了。哎呀，梅姨你还好吗？身体还好吗？宝宝好可爱哦！还在睡觉吗？是啊，恭喜恭喜你，恭喜你！是啊，阿慧姐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嗯，宝宝都这么大了，恭喜你，好可爱哦！谢谢。这位是，这是我妈小慧姐。妈妈你好，这是小慧姐。我在台湾的时候，她照顾我很多。你们今天来要办什么业务呢？对，我想要帮我妈办理延期签证。延期签证，对不对？那这部分的话，要麻烦你就是到楼下的那个路务去办理。嗯，那我们等下从这边绕过去就可以了。嗯，好，谢谢小慧姐，不客气，你再联络哦，拜拜。好，农行，我还记得吧？哎，对，我有印象。哎，干孙子干啦，孙子。哎，这是你的孙子啊？嗯。小小农要帮忙，我能拿孙住此地。小小农这两天提上帮忙的朋友。我妈是说啊，谢谢你在机场的帮忙，谢谢。不客气。那两位今天来是需要我帮什么忙吗？我妈妈的签证到期了，我想要帮她办理延期。好，听见我想。白银的申请期限已经过期了，应该要在小朋友出生之后的两个月内来进行申请。所以啊，您应该要在下个礼拜二之前返回大陆，不然会被我们进行管制，将来会有一段时间不能够再进来台湾了。所以下周二之前，我妈就要离开台湾。是的，能。之后再进来过来的。好吧，那谢谢，谢谢，小佳农，谢谢，能这个样子。去吧，就是你的电子机票。电子机票，快点去办吧，小宝宝我们会照顾的。当然是真的，真的太好了。去吧。Stand on my two feet.
是。台湾好玩吗？非常好。来，麻烦食指放在面板上。欢迎再来台湾玩，霞农。